由美国圣谷企业家狮子会主办， Unistar 总策划承办的2022明日之星达人秀 KISS Talent Showcase 5月15日在罗兰港 RNC Studio 盛大举行，让这次经过激烈海选脱颖而出的明日之星们在专业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美国圣谷企业家狮子会创会会长、蒙特利公园市前市长刘达强协夫人刘胡玲及现任会长李小珍到场支持。就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意义，能够给这个年轻人有机会去表演，让他们有信心，而且能够有机会发挥他们的天才。那么在这个机会呢，我又谢谢所有的家长、所有的老师，他们呢他们的鼓励、他们的支持，能够呢令到孩子能够发挥他们的天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也希望他们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令到这个孩子将来呢有机会呢能够呢融入主流，能够呢发挥他们的天才。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赞助这个 Unistar 那些很优秀的小孩子，还有其他也不是一定在那家学校的小孩，他们非常优秀，我们给他们一个就是RNC Studio 的电视台，给他们录一个很棒的节目，这些小孩唱歌跳舞表演还有 model 一个这么专业的一个节目，而且呢就看到我们华人有这么多那些真的很优秀的小孩子，我们希望呢以后就有一个给他们有一个表演的机会，然后呢可以进入主流的影艺界。今天是很荣幸能够在这里主办这里的那个彩排，希望所有的也很感谢所有家长能够给所有的小朋友机会。于疫情的影响，让洛杉矶一群极富艺术才华的小朋友们失去了很多的演出机会。随着疫情的逐步趋缓， Unistar 演艺经济学院精心策划了本次演出，特别邀请到参演好莱坞电影上期的华裔小演员贺小哈 Harmony He， 为 Netflix Squid Game 及多部影片配音的知名童星 Regan Tu， 拍过很多主流广告的 Drake Yu，以及从小到大在歌唱领域备受主流音乐界关注的 Tiffany 徐，四位小明星前来助阵，并和大家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当天整场活动由 Unistar 进阶班青少年主持群担当主持，也让大家看到未来主持配音界的明日之星。我长大我想要当一个演员，从因为我想当一个演员，因为一直我拍戏的时候我觉得很喜欢，然后我就想like 继续做这个，然后我想要长大可以做我喜欢的东西。今天很开心呢，我们可以帮圣谷狮子会为他们举办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2022明日之星达人秀。那我们这次小朋友呢都是从洛杉矶各个地方呢优秀的小朋友们海选出来的，还有今天呢我们的主持群呢全部都是我们 Unistar 的青少年的主持群，都非常的优秀。那另外我们今天还请到了好几位已经是好莱坞的这些小明星们，都到现场来为小朋友们助阵，而且分享一下他们的心路历程。参加当天演出的有翩翩少年，也有学前的孩童，现代舞、爵士舞，还有流行歌曲演唱、歌舞表演、少林武术以及情景话剧表演，都展示出每一位参选者扎实的基本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融合现代舞恰恰与民族舞为一体的创意舞蹈花木兰，以及由姐妹花表演的双人芭蕾舞，充分展现出古典与现代、民族与西方艺术的完美结合，美轮美奂，精彩纷呈。本场节目的压轴戏是 Tina Modeling 的时装模特秀，洋溢着时尚青春的气息。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罗兰港采访报道。